嘿，我们欢迎大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耶、大家好，我是大丸，你可以叫我 Wins， 打开喝。知名英雄联盟选手加教练，自从扣着佛利沙大丸后，开启实况综艺魂，为大家带来最新的 low 的实况与欢乐内容。今天来到卤蛋，让大家来测试游戏的鉴定能力啦。是的，欢迎大丸。多讲点话。再一次吗？哦，因为我还在请你帮我拍一下那个景，有点害羞啊。可以，没有多讲点话，因为我们现在当家不在。哦，当家不在，为什么当家不在？我们要拖时间，不知道他可能去大便什么的。拉屎消失了，拉屎当家，他这是第一次这样吗？还是经常这样？第一次，很少。我一来就，我是不是带赛啊？还是怎样？那我一来当家就不见。还是请你们，怎么了？该不会你们之间有？还是我直接去坐上去啊？哎，也可以。其实我是昌哥的粉丝啊，超爱看昌哥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最近和他一次玩什么游戏？我们好像没有一起玩过游戏。没有，我说看他的牌。哦，看他玩游戏，我看他玩那个《魔物猎人》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那不是昨天的事吗？对啊，昨天的事啊。因为我觉得《魔物猎人》看起来也是超级好玩，只是明年不是要出那个《魔物猎人》世界吗？对，出在那个 PS4 上。对、啊，感觉是一款不错的大作，听说是画质提升超高，很给力。现在有想要入手吗？现在我会想等明年吧，明年再入手。因为其实现在，因为现在这个版本不是还要入手其他主机吗？像 PS4 有吗？现在没有，对啊，因为我现在家里就 PS 而已，所以我应该没有打算再入手，因为多买一个主机感觉有点太花钱了，对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怎么？这是我们企划哈鲁写的，所以 cos 大王那次是真的有开启你的综艺魂吗？有个图片，这什么鬼东西？这个我有印象，我打开了那个退去的那个首页，然后看到奇怪的什么东西。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变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只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在打比赛嘛，然后比赛又想要破点纪评文好了。那时候我是堵路 AHQ 打赢那个另外一支北美一支很有名的职业战队叫 TSM， 我叫 cosplay for Lisa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不可能赢，怎么样都不可能赢，结果就他们就赢了，然后你就。实现诺言，然后 cosplay。对，而且那是我第一次 cosplay， 我那时候还为了，因为我想说，哇，居然这是一个表演，就是也是机会很难的，就是你要做到最好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买那个水彩颜料，自己照镜子那边涂。等一下，所以你那个脸是用水彩颜料涂的？是的，水彩颜料。好像是水彩颜料，然后再上一些什么粉之类的吧，把它、那个。你说压克力之类的吗？其实我有点忘了，我知道那时候反正就是美术店文具店卖的、那个。没有，不是那种颜料，就是类似的东西，但是它好像说可以画在。就可以画在人那个皮肤上 ，OK， 可以画。然后我就照镜子在那边画，然后画起来看起来特别可怕。够了没？大哥，大哥好，大哥舒服吗？不好意思，哈，不好意思，拉屎王够了没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会。我想说简单一点就好了，就简单拉，不小心，简单一点就好，囤积太久，好像没办法那么简单，好，比想象中的还难，真的比想象中困难了一些。OK。好，那应该开场都差不多了吧？是，我看我们聊得真开心。我们可以再 Q 一次那个图片给昌哥看，那图片很酷啊。是吗？我看一次。哇，哪里起来这么像的佛利沙？我觉得蛮像的，对不对？重点是我还戴着那个手套，我还可以玩游戏，我就很满。那个衣服是哪来的？那个衣服我是去那个西门町那边 cosplay 装借来的。而重点是那时候我不是租，我租的那时候好像3000块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化妆嘛，化那个什么紫色啦跟白色，结果把衣服弄脏了，我还多赔了2000清洁费。超亏，超亏，2000清洁费。太夸张了。他跟我说，你这个紫色这个，但我们白色这个衣服上，我觉得可能还要买一件新的哦。我觉得至少来给我2000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被坑了。我也觉得我被坑了，真的。对啊，2000多。你这个给人家漂白。真的还不是不一定漂掉，这样的话这整个衣服就衣服不能用了。我觉得这一定有被坑，绝对是这一定有被坑。该分享一下是哪一间了吧？不好说，西门我有点忘记了。西门好像西门就是有一间一进去就是佛利沙，那时候还有什么七龙珠跟什么黑崎一护，还有火影忍者，在捷运的出口的那边。在那个什么不是在那个什么司什么附近吗？好哎，对对对，司什么右边呢？蛮近的，隔个几步过条街在右转，有一间全什么。便利店，这也是大概2年多前 cosplay， 也有点忘记店家了，很久很久了，有点历史了，可能也打了猜出名字了，对啊，可能也不在了，不好说不好说。对啊，我的就是文字上面脚本不是，因为你不是你们家公司不是加了一大堆 coser 进去吗？哦，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 cosplay 佛利沙大王那时候还没有魔镜，对，那时候我刚从 TPA 退役。那时候还是自己来什么比啊，所以就自己去找，然后也没有就是上网看一下。上网看一下 cosplay 的你现在是在哪一间公司？魔镜，魔镜就是很干净的那间魔镜。NG 那个什么东西？就开到车上真的。
不是不是不是魔镜号那个魔镜号，不是魔镜号，不是真的，每一次我都会想到那一个魔镜号，为什么？不是不是魔镜号，就是你知道音太像了，忍不住就会联想在一起。好，你刚刚到底聊到哪里？我也是很好奇。就那佛利杂，第二题没。嗨，综艺魂。真的，你有觉得自己很综艺吗？开始吧。其实本来我一开始 我在当选手的时候，我给大家印象就是我是个很认真的人，就是我是个很严肃的人，因为那时候是队长嘛，大家觉得哇，我打游戏你很认真，然后可能就像那种什么当兵里面班长一样那种感觉，那种概念。但是我扣子不会之后我就回不去了，太有趣了。就是从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因为我本来开始的话其实蛮无聊，就是很专心在玩游戏，我就不会讲什么干话，我就觉得只要把游戏玩好就好了。但那天扣子不会佛杀之后，感觉就是跟朋友一起哇在那边闹，而且那天我们打英雄联盟，我们还。穿了就是英雄联盟不是给改 ID 嘛，我们穿了很多不一样的名字，叫什么叫什么西鲁啦，叫普乌，叫悟空啊，还有佛利萨这样。这样一起玩开心，我一起玩真的很快，真的有。然后发现哇，原来游戏跟大家一起玩这么快乐。对，以前都活在一个人的世界，因为选手你知道吗？因为选手其实游戏就是你不能。你虽然玩得快，但是你还是要玩得强比较重要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游戏都玩得很认真，就想把玩得最强，但不会想要玩得好笑。但自从那次之后，就觉得其实好像玩得好笑、玩得开心，大家看起来才会更快乐。趣味性的，而且你最早之前都只开 low 台湾，现在好像还蛮综艺的，综艺事情是。没有，现在因为其实你只是什么游戏都玩，我觉得综艺游戏都玩得还不错啦。对，是因为你一直玩一个游戏，你玩久迟早，就算它再好玩，你迟早还是会玩腻。大家看一看也会觉得，怎么你在玩？这个也会想要看不同的游戏，这样。其实我前阵子看你玩人中玩的还蛮久的。人龙给力，人龙太好给力。那二代会玩吗？极二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最早是先玩零，然后我后来有去玩极跟六，我会觉得落差感有点大，就还不确定会不会之后再玩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玩过六之后，大家都会有所失望。我觉得真的差蛮多的。我觉得它主要是战斗画面吧，我觉得战斗画面跟零完全差太多了。差太多。就打来打去到最后都是从小在飞地或拿给西砸人啊。对。就无聊了死，我觉得，而且也他也没有 QTE 或特殊演出，但我觉得他主线还不错啦，就只是看剧情而已，就真的是纯粹看剧情，乐趣不大。好，既然你都已经开始了，不如就继续，对，继续吧。刚从闪电狼卸下教练的职务不久，所以目前的重心是以实况为主吗？是的。那你有考虑就是去做些？影音以外的工作，影音之外吗？目前其实还好，就可能会想要做一些 YouTuber 相关的吧，就把自己的一些精华或者一些生活类吧，然后可能会把它放到 YouTuber 之类的，就是想试着做看看啦、啊。但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游戏啊，就还是应该一样会游戏为主要。那如果今天跟你说你需要寻找一个跟影音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，你又想要做什么？其实真的没有想法，就是。看看你的第一直觉喽，我的第一直觉蹦出来，我回去超商那个卖那个，先去当店员，去刷个条码好了，我会刷个条码，但是什么便利商店没有啦。其实我应该蛮想要开什么咖啡厅之类的，对啊，你想要休闲一点，对，想当个店长之类的，不管做什么，只要是店长都 OK， 只要是店长就 OK， 不要是打工仔也 OK， 不要打工仔就好 ，OK， 不要。所以你想要当大哥就是，因为我打工仔，因为其实我当职业球队，我都是一直的打工仔，然后打工仔做太久，做到不想再做，不想要再做，不想再被压。我从高一就是打工仔，然后打工到什么大学，然后后来什么退伍了还在那边打工都办了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反正一直屈人下，很烦，想要试试顶天立地的感觉，对，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其实自己开实况，你什么东西都自己来，你现在要再回去假把人掏喽，其实有点怪怪，真的，对，会不习惯了，不想要听人家指示了，对啊，就想要自己做比较快活。好，靠你了。接下来呢，有猫的影片，反正就是因为有养猫嘛。哎，有两只猫，哎，养两只猫的名字是，哎，一只叫卡萨，一只叫小老虎。卡萨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卡萨其实它是另外某只职业对选手打野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所知也是，为什么会叫卡萨？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忽然想养猫嘛，是因为我女朋友她很爱养猫，然后我们就感觉一个感情到了一个段落之后，是该养一些小宠物，或者还没有到小孩那之前，应该先养，还没有蹦出来，先试，如果养宠物发现对方不适合，就早点，可以理解，可以。对，所以就先养宠物。后来刚好那时候因为某职业选手，某魁星选手，他本身他那时候玩打野嘛，英雄联盟打野，他的那些什么雷格尔跟奈雷都是猫科类动物，玩得很好。然后刚好那只猫其实捡回来的时候，他是在那个流浪之家捡回来，其实本身就有点蛮弱小，蛮虚弱，就希望他可以坚强一点。可以跟卡萨。然后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卡萨说：“哎，我家猫叫你名字可以吗？”不要，然后我就叫卡萨。成功。那你会投射就是对方的感情到卡萨身上？哎，对，没错。就是比方说你看到卡萨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你的猫。哎，不会，我反而会看到他名字，我都不会再叫他那个
我会叫他本名，我不会叫他卡莎，因为我会觉得很恶心。那你打一下就，因为我叫我家猫的时候，我是那种比较关怀的叫，但因为我跟卡是朋友，就叫不下去，没办法，会觉得有点假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是不止有点了，蛮假的，蛮假的，我还是得叫本名好一点。那第二只猫嘞？第二只猫是叫小老虎，那只是我女朋友取的，哦，就正常多了耶。我觉得，可能我觉得小老虎菜其他名，我觉得猫，我也觉得卡莎听起来酷，对，酷，对啊，小老虎就是你可能路边100只猫里面就有10只叫小老虎。想想也是，对，十分之一的几率，什么小黄、小黑、小虎之类的，真的，小猫、小花都有，叫卡莎睡太奇样了，又是洋文，卡莎搞不好10万只猫里面只会有一只猫叫卡莎，就在你身上，对对，就是那一只，太充满感情了吧？总觉得真的是蛮假的，真的。哎，我们这边有个猫咪的影片，是胖吉的猫咪影片的吗？怎么逗猫？好可爱，长得还蛮像，这只是卡莎，比较胖。没有，其实另外一只比较胖，是因为图片刚好看起来比较不胖而已。原来如此，卡莎是结果是女，重点是它是母的，母卡莎最讨厌小老虎。对，因为他们两个都会打架，然后他都是被霸凌那一个，他都会被弄到不爽。因为他比较小只吗？打不赢那个。我这样看其实差不多。没有，可是其实他超肥，他大概7公斤吧。是啊。对，不过他本身比较好动，所以他本身身上赘肉比较少一点。七公斤太。他6公斤快7公斤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肌肉量很多呢，这家伙。这是我们最喜欢的玩具，我们真的要跟他一起。哎，这是超级像狗，现在跟他玩，因为他的习性很像狗，他会丢东西之后他会去捡，然后会捡回来，会叼回来给你。这样养起来不是比较有成就？我真的养只是比较有成就，因为另外一只很自闭，这只很活泼，但有时候真的太烦了，他很吵。会叫，那样对，而且晚上还爬到你身上，叫拿玩具给叫你陪他玩。现在班长静泽拿到了玩具。老虎是在那，呼呼，玩具在妈妈这里哦。你想要吗？想要吗？你很想要吗？想要就去捡，捡回来，捡回来。感觉有种霸凌感。你说霸凌吗？不会，是在陪他玩，他玩得很开心。OK。而且你不跟他玩，你晚上睡不着觉，因为我不跟他玩，他就去找另外一只了。希望他消耗。去弄另外一只。然后另外一只想要耍废，就想要休息，躲起来。嗯、真的就很自闭。你太，你太，蛮可爱的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啊。你看小虎牙。小虎牙。好，结束了，就是我们就是两只猫的日常。我觉得养猫还是养两只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以前一开始只养一只而已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因为我工作开实况，然后开实况干嘛，可能玩游戏玩得很嗨，就忘记它存在，它就会很无聊。但一开始这个想法，但第二只来之后发现好像其实它喜欢自己一只，第二只喜欢有个伴，但第一只会觉得个性这家伙来干嘛？哇，对，好像都是这样哎，一般的猫好像都是第一只会比较那个。因为他们区域性比较强，可能觉得这里已经是我地盘，然后有第二只过来，然后会把我地盘会警戒，会警戒，所以要就应该一起养。我觉得应该一起养会好一点，因为我两只隔了一年啊，两只时间隔了一年久了。对啊，确实是，哇，猫真讨厌，好麻烦。有学长学弟制的，当然好了，猫比较好养，相对狗来讲，它养的那个难度比较。反正实况组养放着它，智慧放着你就帮它清猫砂，给它食物，它自己就可以活很久啊。真的也不用遛，对，也不用遛，不然遛起来其实蛮麻烦的。真的真的哎，带出去跑，你有尝试遛过猫吗？哦，其实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遛哎，遛我看过有遛猫，但我觉得很危险，可以，我觉得出去就回不来了，很难控制。没有，你要还是要拉绳。但是猫咪拉绳，它会真的自己想走吗？还是怎样？会要看猫的个性，猫还蛮吃个性的。有的猫你丢它出去，它就是不会动，那个就溜不起来，那也没办法。但是有的猫就很喜欢走。像我家第二只，搞不好可以去遛，但是就没有不敢尝试，因为路上其实你也没有看过真的有人在遛猫。其实有啦，没有台湾是因为安全问题。哦，所以国外其实很多嘛。国外其实也不多，但是就是可以遛。但我听说国外像一些可能比较少那种大楼，都那种住什么1层楼2层楼，他们猫咪不会住外面，住院子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自己跑去单位自己回来。哦，对啊。但因为台湾其实你在台北都是大楼，对，而且都是大楼，太危险。可是我在乡下地区也没有看过人真的在遛。乡下养猫的少啊，基本上都流浪猫吧，乡下。我觉得大部分待在家的家猫都不太会想再出去。而且真的，他们出去很可能就在外面就死掉干嘛？因为他们不会回不来，他们有求生的那个能力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嗯，哎，养猫真麻烦，还是不要养。
比狗轻松一些啦。我的话，如以我自己的个性，我有去斟酌过，如果真的要养猫跟狗选一个我的话，我只能养狗。狗养起来比较成就感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我家其实不太适合养猫。有为什么？是猫会跑出去吗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给它活动。没有高处，需要更多的地方活动。没有，因为狗我带出去没差，可是放在家里面的猫，我没有办法给它活动，我没有地方让它跑。其实猫不需要，没有，其实还好，它只要有个地方，对，睡觉就好，睡觉有个箱子就好，你只要给它几个箱，它可以玩得很开心的，真的，猫很好养。我搬家之后再考虑，暂时就只能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既然聊到猫嘛，反正就是卡萨也聊过，有点假。那如果英雄联盟的，我们刚才看到你跟 NL 相见甚欢。英雄联盟最喜欢的是谁啊？最喜欢哦，现在吗？选手，现在选手，其实我应该喜欢自己啊。你还是现在选手吗？好了，现在应该还是喜欢卡萨，因为我觉得他玩的不错了。卡萨，就那只猫啦，就那只猫啦，对，玩的不错。哦，你家的猫会打电动，蛮厉害的，真的很会打。还打职业的，还可以打的，还可以出国比赛，厉害！这么喜欢卡萨，那 NL 呢 ？NL 其实也不错啦。我刚刚跟他在外面也聊了一下。真的 ，NL 也蛮闷骚的。他真的超闷骚，而且玩游戏他都什么不要，然后玩得很开心。现在不是最近在玩吃鸡吗？他跟我说，我真的3D 晕这种游戏，我真的玩不下去。然后昨天玩到一点，而且平常他平常都不都开 low 台嘛，他大概开到5点就说，哦，我好累哦，不行了，我要关台。真的，我结果昨天吃鸡开到8点才关台。早上8点，没有晚上八点，早上8点，哇，一口气，他超闷骚的，就是刚刚看到他这样。便利商店，他就坐在那边说：“哎，你好。”就没，然后内心其实非常崩溃。然后走出去要上厕所的时候，看到你在跟他聊天，对吧？就是感觉差很多。他就是闷骚型，他就是他不太敢去跟不熟的人讲话，好像是，就是跟猫也是蛮像。哦，对，就是猫差不多，对，跟猫蛮像。差不多下一只的，下一只就叫。我第三只应该不会养，是不是？两只就够了。不过至少这样就已经先确定名字了。如果真的要养，哎，对啊，不错，还是你之后也要叫个比较特别一点的，特别一点。你如果养猫，会取什么名字？鲁王吗？死猫。死猫 ，OK。我养狗，你看叫死狗。哎，死猫过来。哎，死狗。那如果两只怎么办？两只狗嘞？两只狗，对啊，可能就叠字吧，死狗狗，死狗狗跟死狗，死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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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不会超肥，看极限就两第几代狗了，因为想猫的名字啊，你要想的很特别的话，又觉得会太特别，会太特别不好吗？又没差，就是特别，其实特别也不错啊，只是我觉得蔡奇亚美好像不太好，就是介于蔡奇亚美跟特别之间，就不要太特别，就是让人家觉得，比如说今天叫什么阿姆斯特。什么炮之类的，对之类的，比萨鞋包，哎，对，这种好像听过，可是又哪里怪怪的？对，这种就是我会取的。为什么聊天是在 Q 德里吗？哦，因为我有一个表情符号，我是用一只猫哦，然后它因为它的代号在那个 Google Translation 打出来，因为它可以订阅的时候都懂那个，然后它念出来就叫德里蒙，对，可是它有品种限制，它是宾士猫，就是如果那一只是宾士猫吗？但我去查过原图，那一只的品种应该是宾士。就是如果真的要养，现在养宾士猫才能够叫德里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原图里面就是，因为你要配合那个原图，真的对原作重现，我觉得条件太高。那你会想要把它嘴巴张开，把它拉成跟那个一样的表情？如果我把它拉起来，然后拍影片就会被告吧？感觉猫三角的。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，但是当年有确实因为这个样子特别想要去养一只宾士，那个时候我在看，然后就开始。跟自己对话，我会发现应该是不是，所以我还是决定不要养，暂时先不要。你之后可以再跟自己再对话一次，对对对，看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，对，看看啦。那个对话时间也才不过半年，还可以接受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 ，Wins 的眼镜有特别挑选吗？就是你现在眼镜看一看，确实是不太一般诶、欸。我本来其实一般是那种黑色那种粗框眼镜，但有一次看完电影路过，哎、欸，这副眼镜蛮好看的，然后就配了。冲动型购物，对冲动型，因为刚好也其实也不贵啊，因为在那个什么快速配镜那种，就大概2000就一副的那种。感受到了，这一副就是我，对，才2000块，可以镜片还不用钱，1990买宽送钱，买宽送镜片，真的配得好，最快取件20分钟，哎、欸，真的20分钟就到了，对，就是这种，对，但是配完后发现有点厚，发现它镜片有点问题。我才配3个月已经拿去修2次，而且它超容易压坏，就是我可能这样嘛，我猫咪直接有第一次被猫猫压爆，就它直接上来这样喵一下，嘣，哇，
我就拿去修了，就碎了。我上个月修了两次。天哪，难怪、啊、难怪它这么便宜。对啊，就是赚的、就是镜框，因为它就是它的镜框，就是你稍微你只要稍微出一点力，它就会整个。哦，它不是它不是那种伸缩型的那种。不是不是，它很容易爆裂。这么脆弱。因为太便宜了，便宜没什么便宜。真的，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。那就配同样款型，然后贵一点。哦，对、啊，之后可能会再去问看看、嗯。他就因为这样子准备了几个眼镜。我们今天准备好几副，让你试试看，说自己下一步的目标有没有比较真的适合自己的。其中有一副还是他。我刚才 在看你们的节目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眼镜是皮上的。不是不是，这个我看你那边戴，然后因为这个皮上去了吧，就是那个、可以戴着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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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看这些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蛮潮的，这个应该最合适吧？我觉得这不是，因为大家都在玩这个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超适合唱那个痴情男子汉的歌哎。其实我不是痴情男子，你要唱那超久，我要把中间三个字给遮起来。痴汉，哎，这样看是不是蛮像痴汉？哎，这样看有没有像痴汉？还行还行，牙齿露出来可能会想，我、真的蛮可怕的，笑起来。你度数很深吗？还好200多而已。但是我就是不戴眼镜，就是会觉得没安全感，感觉世界就是不一样，就会觉得没安全感，世界好像没有我存在。对对。那你想要戴戴看其他每一副？我戴一下啊，的感觉。那几个看起来只差，其实几个都差不多。我觉得这只是花纹不一样而已，它版型应该是一样的。哦，欸、真的哎、欸。好像没什么意思，是不是把麦卡贝没有戴眼镜的全部剪？这个不是说我工作人员眼睛吗？那个圆形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我觉得那种复古风的眼镜，就是最近戴起来还蛮好看的，就是哦，就那种韩国欧巴的感觉。哦，对，虽然我戴起来应该不像欧巴，韩国欧巴，快了快了。哎，但是有那个 feel 就好了，有那个 feel 有 feel 有 feel， 自己有那种感觉就好，了，体会感受出来就好，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。金丝眼镜，对。这没有戴起来都变聪明了，你这是夸自己吗？戴起来变聪明了？没有，我觉得跟人有关系。你戴起来看起来像智障，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我觉得应该有变聪明，应该有加 NT 加二加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 Wins 戴起来帅多了。NT 加三 ，NT 加应该有 NT 加，真的应该看那个种族性。那这个会加什么？这个是加什么？那加潮度而已吧，加潮度，潮度魅力加二，对 对， 對，魅力、欸、魅力加三不错哎、欸，泡妞比较容易泡。不知道为什么你戴上去看起来像欧小线。有吗？对啊，眼睛遮住之后，因为发型有点像吧。我怎么觉得我比较像那种按摩的那种？哎、欸，是在按摩，欸、小心小心被人家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这里这么危险吗？超凶的，不好意思，超凶的。这个很常收传票，真的，一个不小心。我是来宾，应该比较没关系吧？不好说、啊、哦，不好说。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来宾比较容易有哦，超诡异。来宾走了不就没事了吗？就会追杀，我追杀，超凶，追下节目，追下节目。OK OK， 那眼镜玩完了，我们差不多要来打电动玩具。打电动，你知道？平常你知道估价玩吗？嗯，类型基本上都蛮长，都会玩，都会玩。因为我们这一趴就是有一个估价玩活动，我们要先体验这个游戏，打打看，然后再猜它的价格。好，我们有个底霸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哦，就跟刚刚讲差不多，哎、欸，但是不一样，是猜这游戏价格最接近的可以从零食箱随意取用零食，零食箱在旁边。哇，太大天了吧！其实它只有上面一层东西，不要破坏人家梦想。我以为里面全都是那种什么 Costco 买那种超大的，没有没有，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想不到。我们第一眼看到也都是这种想法，我空欢喜一场，真的。不过里面还是种类还算是多了。其实零食也不用这么大，这么多也吃不完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买了，吃一年。其实很猛哎，有补哎，有变多。有补，有了，感觉有变强，有变强。你看下面还罩着一个黄黄的枕头。欸、可是我觉得那乖乖要看一下保存日期，我搞不好混到大麦克的乖乖，会不会从乖乖的啦？乖乖辐射量很重哦，注意点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等一下打电动玩具，我们四个人一起玩。好的。然后我们四个会猜那个游戏的价钱，最接近的就是可以选个吃的来。就你猜这游戏在 Steam 上面卖多少钱？怎么卖 ？Steam 哦， Steam 所以是用没台币，台币嘛。我先给你们大概的区间。嗨，大概猜台币吧。台币，然后是200到500之间，嗯，还可以吧？一个 range， 一个 range， 一个 range， 好，反正就是猜细一点嘛。那就 LD， OK， 我怎么知道？妈的，遥感在你那边，敢他妈遥感 ？Overcook， 不是要猜 Overcook， 投币哦，多几嘞？气功球是多几嘞 ？Looping ball， 气功球，这个咖啡格斗。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第一次玩，所以对，都是第一次玩，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。你怎么都不担心我们搞不好私下会有玩过啊，或者是调查过是不是？所以我没有写那个名字啊，我还怕你们。哦、他写中文的。查名字的时候我特别没有写。先查完吧。你现在 rundown 不是都是当天才看？现在都上节目前才看到了。真的，我也是。其实要先做功课。我们自己加游戏画面。哎、欸，哈鲁，你可以把眼镜戴回去。你不戴眼镜，我看好不习惯。我还可以接受了。
好 ，Looping Ball， 这叫什么？气功球。我这边是一 P 耶，啊，他们二三 P 怎么？好可爱哦！我要怎么加入啊？你先去吃那个几个球。三分，五分，最多五分嘛？调五分好了，五分，其他就先 normal。是的 ，OK， 就 Let's go。我是，我是 P 一啦，我是四 P， 我是四，我是 P 一，我要当黑狼，我要当黄狼，那我当这个是绵羊吗？不绿的，这是假名，白狼，披着羊皮的狼 ，Virginia。这边绿的，我是黄的，所以黄的绿的，我是白的，我是黑的，白的黑的，对，我按随机，我选到仙人掌，没差没差，他随机抽的样随便抽啊，就这个，所以这是物资 portable PK 吗？是吧？四个人各自是一个角色，先吃到三颗球就可以射，球在哪儿？啊，我要怎么射？好。自己可以穿自己的球，哦、不能穿别人的球、哦。然后你们吃到一颗光球的时候，按 A 还是按 B？ 我怎么暴毙了？会有那个会中到了，可以挡一次。吃到一颗的时候吗？对，一颗就可以了。我也暴毙了，撞到球了。那、啊、哇，有自己莫名其妙，怎么防御？防御按 B 吧，按 B A 射 B 法，对。哦，刚没按到就会完了，反正就是集满三颗射出去，看谁比较衰。对，我觉得躲在角落感觉就赢定了。嗯，不好讲，当个边缘的。还是哇，这颗越来越小、啊，中，不是逼防御吗？你哇，你要三颗了，不是你三颗，你把三颗都射出去了，你就没有，你去至少需要一颗光球才能防御。我跟你躲在，你看躲在，我觉得躲在这角落是无敌的。放，哇，这个会莫名其妙就挂，真的会莫名其妙就死掉、真的，好，还蛮吃一点点运气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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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我希望你能玩到画面都是球的那一天。你也中，看起来是有点难度。好难哦、喔！哎呦，危险，危险！枪直接打破的东西吃。好。哎呦，中！现在是没办法。为什么有一个人在那边转？为啥、啊？受不了！我在绳子上，哎，中！有好多、哦。啊！我决定使用我大招，躲在边缘的左下角。哎呀，来了！哎，自己的球不是碰到没关系。对，我碰我可我自己球碰没关系吗？真的，来一斤 cake， 有，哇，好多！哎呦，爽啊！哎呦，干！你应该专心闪，被我专心闪一射球就好了。可恶，我贪心，我想拿球。哎呦，我又遇到了仙人掌，快好，要过个沙漠地形。还蛮秒杀，哇，一直下去了，脸好难哦。嘿咻，想啊，有宝物哎，哎呦滚，哎呦那宝物那闪电是干嘛的？对电的。OK， 哇，哎呀，电的好猛哦，不然人家不能动哎。耶，我的球做事啦！我的球做事啦！哇，哇呀，蛋了，专心闪子弹的比较赚哎，可恶，你们这群没有攻击欲望的人。我也很努力的在射人呢。我们干脆四个都选不同场地好了，场地没有啊，我都按随机，随机就会自动帮你挑一个。可是随机有几率变成一样，就两个一样。对啊，我还是去选不一样的。哇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小，真的，而且有一群动物在那边卡。哇，为什么啊？我刚好发功的时候。哎呦 ，double kill， 发功啦！我操！哎呦，中了，顶不住，哎呦，左边一个鞋子好像直哦。哦，那個、更难闪。这样有点难，越来越多颗了，我要死了。你被困住了，你是一头一接球。不是啊，脑袋会一片混乱啊。哇，这游戏蛮来劲的。OK， 持球游戏。
我读取有点久，有点诡异。有风吹沙，我操，哇！刁钻，这个地形比较难动一点，危险的危险。干，中！干，我都第一个死了。成功暗杀，成功暗杀卤蛋了。很小，哎，原来死掉是我妈的，你也搞不清楚啊！哎呀，哇！我看错颜色。哇！我要赢啊！怎么要自己爽赚呢？猛的！我觉得我们三个先打他一阵。没有，我们你们想要不能那个互闪？我们鹬蚌相争。对，这个剪尾刀的，想宰我？嘿咻！哎呦！靠呗！碎了！碎！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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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漂亮漂亮！哎呦呦，小心！哎呦，危险危险！颜色转换，哇！哎呦，这怎样？颜色哦，会变颜色。厂商哇，就变成我们了。人太好了吧？阿里卡托哟！不，哇！色，黄色也太多了吧？都是黄的，怎么香蕉啊？哇，最后打中的也不是我，是绿的。干，帮你赚了一分。哇，好爽啊！谢谢。香蕉气功，哇，这东西会搞自己哎，真的。猎人太随机了吧！他说：“干脆全部拿来开盾。”有，全部拿来开盾，这样抓！哇！开盾就结束了。开什么？开什么？风很强，很强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的射击速度提升。哎呦！干嘞，干嘞！手真快！妈，恐怖死！哎呦！哦，风很强哎！哎呦，那都要干！哇！我保住胜利！哦，游戏你吃一个就可以发射一个吧？看起来是那个效果。混乱游戏了，再结束！吃到一颗就能射。哎呦，我能射了！首先啊 ，LZ 先爽过啊！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他，我会活下去的。哎呦！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。对啊 ，Over Black， 你可以挡住人家吧，人家不能吃 Over 这段期间。真的，好猛，但是已经过了，已经过了。赢了，一面一发，哇，直接下去了，有力爽赚哎，超级黑狼，干这好好玩哦，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轮好了，再来一轮，好了，已经会玩了吧？还蛮容易的，理解就是。选不一样的地图，我要选这个，选个问号。Moon 什么什么，你可以防御，他用绿色跟你讲，你都不防御。我知道，我用无防啊！不要跟我抢球啊！哇，射啦！射啦！哎呀，我还在射，我还在准备，射到一半，哎呦，黑哦！黑黑的呢，那还有鬼。哇，都是黑色跟黄色的子弹，真的。算了，叶子全部拿来防御了，专心防御。真的，叶子全部拿来防御。啊！救命！这什么？哇，我被防住了，我不能吃 over。你不丢球，你想靠别人的球了。可以了啦，可以了。你不丢球，就剩我黑球了，我剩一颗了，你怎么赢？那黄的越来越多嘞，真的。卤蛋真是无敌的，这游戏不能只防守啊！现在的我没有极限。就是啊 ，Eli， 我已经死了，就是。超棒！我早就说他那个超好耍，他那个超好耍，他那个超棒，我都超级喜欢的。哇！我就是，有了，绿色的一发给他死！是啊，加油！冲啊，运气球！我干，一发就够了！救命！不错啊，我跟你撑很久了，你很棒。你们要多丢点球啊！最大敌人是他。你又不丢？不行，我要专心防御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好酷啊！有数字。他们会参与打击。哦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不行，我一直。哇！大哥，你还不是要死？他每个都接着我在抢球，我觉得你太幸运了。都是我的球啊！
哎呦！我发现我这个子弹比较有优势哎，感觉这个白色的就比较不明显。好像是哎。对了对了对了，你的香蕉波那太明显了。哎呦！小心！哎呦！我跟你拼了！我操！哇！耶！跑进去撞。哇，好危险的游戏哦！太嗨了吧！好嗨啊！Shield 是当然，你开盾撞到人家，人家会晕眩。真假的？真的，我刚学到了。啊！完了，我没有。啊！小心！哎呦，小心！每次都晕眩的，好猛啊！哎呦，不要晕我！不要晕我！哎呦，不要晕我！这个人！大哥，不要！不要乱撞啊！给我救！太重！哇，现在感觉哎呦！我防御成功了，货真价实的渔翁得利也可恶，可恶！我要学起来，好酷哦！谁可？干嘛？我有那个隐形，哦，开场掉了一个 ，no， 吃盾，不要电我，不要！我今天要开始走防御路线了。防御，你这局没有攻击吗？真的、欸，没有，现在已经扣多了。继续，不能一定要防御到底。不差我一个攻击啊！防御到底。没事，不行，我是不防御的人。我还是好多、哦。不行，我也决定走的攻击路线。真的、欸，你要是都不射，我怎么打得过他？我得射了。哇！操你！这个是自走位。哇！笑死我了。我要玩个这个好了。太凝重了吧？专心的在战斗，就像你是不是？大家开始认真了。哎呦！想说我有五颗了，真的讲一讲就爆炸，压了差不多了，不行，我们该炮火集致在黄色的卤蛋身上。真的没有，我人超好的，我不要了，耶、可以带够带走一个，太好了，去吧，游戏不会那么快就结束了，去吧，我的阿黄，是我。我可以把那个扣的阿黄了，我好吸哦，哇，今天好猛哦，三下还吸，爽吸耶，没了，效果过了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够多颗了，哦，又炸颗，我现在整个地图都是白的，我只要注意那颗黄色的子弹，只要一颗黄的，我离他远点就好，只要一颗黄的，没事。你看你都不攻击，一点分都没有。你们要做事啦！我只要看一颗就好了。你们要做事啊！你自己要射了，只想跑哎、欸！我觉得磁铁好牛啊！哎呦，看这个会滑哦，这一关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哇，惯性。哦，这关好难哦。哦，更贵都被吃掉了。哇！扁平。哇！我这关超滑的啦！哎、欸，这是磁铁吗？那玩磁铁？看着不像，那不是。左右颠倒。哦，那是你们阿干的。吃到的没事，其他人会晕眩。对啊，会呛到晕眩。你看，你这样一定不会赢啊！会。你只能依靠那颗黄色。哈哈这乔刚是突然就往我脸上飞了。我操！赢了耶！哇塞！哇塞！真的不能放弃耶！太强了吧！感谢荣誉。太强了吧！为什么感觉那颗球突然就跑到我脸上来啊？幻觉。
哎，秘籍，你们每天在过年的、啊、想抢球啊！我一个，没事没事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在哪啊？哎呦，颠倒！哇耶，颠倒成功，颠倒成功了吗？三小呢？哇！颠倒还蛮好用的嘛。好，好了、欸，我们还有第二款游戏。真的，我们要评价一下多少？但这款蛮嗨的。你说200到400？200到500。应该不会太贵才对。我猜300啊。我猜330。330台币。我猜269。我猜420。好贵。哎，随便猜个数字。三四。对，330。269。300。300啊，我300。300。OK。来，请说答案。278。哇，还是差9块钱而已，真的超近哎，好猛哦，那个好近哦。那你就你知道挑一个自取吗？自取，真自取。我自己走过去挑，随便选，对，随便选。来吧，来吧，选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好开心哦，这是我最快乐的挑零食的时间了，留给你自己。这可以带回家吗？带回家的话，我就直接拿这一袋了。我可以带回家的话，拿这一袋。我其实不是这么骗。啊，这看起来比较抹茶口味的。抹茶口味。抹茶。巧这个巧克力棒。婆鸡。怒吃个婆鸡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开第二款吧。这个吗？咖啡杯。Coffee。什么东西的？哎，我这可以在节目上直接吃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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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这边吃完也无所谓。Coffee's， 应该叫 Coffee's 吧 ？Fight till the last drop。咖啡格斗，这个就是好像你手上都有一杯咖啡，然后你只要攻击敌人的话，他咖啡就会喷出来，你就要去接，然后谁的咖啡被接完，谁就会死掉。就要死掉哎，好硬的，好硬的游戏哦。你们要 How to play 一下？咖啡就是邪恶的东西。来 ，How to play 一下 ？P one 是不是我？是我，那你就先玩一下，看一下。左下角那个、啊，他是一打一吗？还在桌可以试的，不知道。顶人家的杯子，好嗨哦！他是上下左右，就是跳跳。那、啊、你在干嘛？然后用右蘑菇头，就是瞄准，有没有？他那个会动。哦，右蘑菇头拿咖啡杯揍人、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拿你的那个上面的这个。哦，打丢出去，然后阿兔是打的，怎么看起来这么好玩？怎么那么？那叫咖啡杯，真的？这溜溜球吧？溜溜球啊！哎，要接那个里面的是不是？接完你的生命就会加一次。哦，但是你的生命就会加。哦，然后那个就是生命的意思。然后对方就一直紧。对。啊，还有。不会掉下一个。对啊。对啊。The right or the move your cup holding arm。你要把你的那个指定在某个位置一段时间吧。Holding arm，arm 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反正我们这个知道就这样子吧。对对对，这个这差不多这样子。这个是基本操作就是这样子了吧。这个是丢嘛？刚刚那个这个是丢吗？哎。然后后面就是打，后面就是打。哎。然后你看，就这个有一个这个，你们它在旋转，嗯，对不对？这是可以干嘛？这是敌人防御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里打他。破防。对对。然后如果你看，就这个加上。打的话，他有大招哦，有没有会有不同的那个大招？大招，其实还蛮容易懂，反正主要就是上面四颗而已吧。嗯，哦，后面这四颗哦，应该是。所以右边那个叉叉 B 那些都按不到。等下按看一下就知道。Local Duel Party Party coming soon 他是不是就一打一啊 ？Duel 是决斗吧？决斗。他左边有个24的那个是不是？刚刚一二啊，三跟四嘞。哎，你按你按先告诉自己。最左边这个，你看还有2到4的，有了，哦，有了。我是 P 四的，我要当金发哥，那我要当绿毛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哎、欸，它有个变成 CPU， CPU 对啊，对啊，有一个变成 CPU， 按一个 Y 吗？谁按一下 Y？ 完了 Y 了，有了吧？有了吧？哦，有了，我是 P 四。我是紫色的，43。我其实我找不到我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还是你选的？你就我是一啊，那你就是剩下的啊。43，那你就是2吧？所以我是2吗？所以反正我是4是确定的。那我应该那我是一啊，那我应该就是2了。可是2还没选。A 按 A 看看，等下
因为我好像，你是 P 一耶？没有，那是我啦，我现在在按啦。哦，是因为我现在好像 P 二是出现，会不会没感应到？我看起来还是黑吧。他没感应到。你全部跳出去再一次吗？好。哔哔哔哔！是键盘哎！哎呦，键盘哥，我嘞！那个刚才按到键盘的，那先哔啊，大家都先哔。好，然后再进去。我有了。是不行。那个啥，好像被固定成键盘了。可以调吧？哎，对，键盘，现在是键盘。那怎么办？还是我用键盘操作？只能用键盘。好。反正我就先老角色，然后键盘我要找一下。金把。键盘正常人会是。这几个是射跟打那些的，然后 Q 是防御这样。嗯、Q 是防御，他好像搭这些。我还要滑鼠要按 Q 啊！真的当 FPS 打哎，好累哦。这个是什么？不行。给你个咖啡杯。哦，画面上面有咖啡杯可以选。我选那个比较大坑的。那我要选那个六。我要用星巴克。哎，为什么不用选？按 A 吧，等一下哦 ，Ready。那我要选这个。它就只有下面那四个可以选。真的，上面根本哦，上面不选，下面骗。Start， 关卡 Random， 开战。看起来蛮好笑的。抢咖啡，要打人打咖啡，怎么两个 Rain？ 有声音吗？我们听不到了。Wena， 我到了，开战！你按到 Tab 是不是？有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动。你大哥啊，打三角。我要怎么跳？往上，往上就这样。有一点操作不了。哦，我还会飞。那风暴是给谁的？被秒杀了是怎么回事？喂！我突然就被宰了。他妈的，我一直被顶啊！我的角色那不像是我在控制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怎么怪怪的？有点难控制，我会觉得真的，我总是好像不控制吧，突然就被宰了，对吧、啊？最后一滴，我看不懂，我还有四滴耶，我也看不懂，我现在都在乱滴。他撒出来的咖啡太少了，太小了，我看切到输入法，按 Shift， 好，没有，看错加空白吧。好看，我他妈，我这应该好了，应该好，怎么操作起来这么的太小，这么紧张，太小。我在攻击你吗？没，好像没有。我打得很努力，但是好像有他带那个丢血东西也可以攻击，然后普攻击。哎呀，我死啊！都很小。现在是谁赢了？这个好像还蛮……他赢了，是你的。我觉得你们玩一打一后跟玩起来怪怪的。他的太好啊，不然我们就太混乱了。这个应该不是，我们跳到 menu 好了。How to 跳 menu？ How to 有了 back to menu。再玩自己打野好不好？好，玩个 Duo Local Duo， 因为他还在抢先体验当中。哦，二 P 是谁？不是我，是 PC 啊，哇，好像是电脑。康尼好，康尼啊，我看你们两个超级激战，看会不会好一点？这游戏有够难，真的四个人打起来总觉得很乱，感觉很快，而且感觉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考到。要按个 Start 或 Enter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这个不行、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。好的，好，那就直接猜，就直接估吗？我猜250，我猜210，我猜200。我也是想猜，不想给他太高，我不想给他太高了，我给不了。好啊，那就240好了。哇操！好来，结果真的出来500。正确解答。390，还在测试，你也敢卖这么贵？真的垃圾，还出问题耶！39块我不买，不行啊，不怎么样、啊。那刚谁低啊？我啊，我买250。那选你喜欢的，自由开心。可不可以夹饼干？对啊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要吃吗？好，感谢感谢。我觉得它口味优质。啊，我也想吃草莓。我觉得气功球比较好玩。对，我觉得气功球很嗨、欸，真的。气功球感觉是，跟谁都可以玩。嗯。容易理解又简单，
我给你挑大包，你挑太太。他这个有拉夹链袋啊。对啊，好吧。幫你分享包，好，那差不多了吧。好嗨哦！我们这一趴就还要进一下广告啊。大家要吃日曲。OK， 那我们就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回来之后，我们再看要跟 Wins 一起玩点什么。我们要 Overcook 啊。哦，对，来请。好了，来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